一仔或者同李明慧特别有缘分啦。呢一次又俾我哋见到呢位靓靓嘅港姐喺中环出现。上次佢同老公仔仔一齐去探麦记，未有同阿女一齐去。见佢呢一次孭住个大大个 Gucci 袋，睇嚟呢一位阔太买咗唔少嘢。shopping 要单拖系正常嘅，唔使闷亲老公同对仔女啊嘛。嗰次撞到李明慧嘅时候，佢话自己冇化妆，所以唔想上镜。今次一仔见到李明慧就化咗个淡妆示人，依然系咁索。老公系陈树渠细仔陈耀扬，屋企有翻咁上下家底，出入当然有专车接送啦。不过中环要揾个车位泊都几难噶，李明慧不停 call 司机，系咁路 K 佢个位置。好啦，车嚟啦，话晒大街大巷，唔想俾人认到，李明慧当然系要带翻副超先上车啦。